给他往外吐了哈，他拿枪就顶我，爸，这样砍翻他了，你这个用力而已。这三代版250。那你们这洗手就奇怪了，砍没有，还好他不收开瓶，他也不收开瓶费。你有钱贵啊？你有钱贵啊？这是哪里啊？这是 3D 电视台。哪里这罐酒？是我请的。有在猜谁啊？好像猜蛮多的吧，韩宇姐啊，千寒啊，玉婷啊，好像还蛮多的。但是你猜对了吗？嘘，那我这样子。哎，对对对。勾勾勾勾勾。那就翻开，然后突然。我要勾。对。勾。哎喂。勾。哎喂。喂。好气。那就真的是要写啊。对啊。我那你那个没办法先借一步过来，我是这样子拉着是不能带，开始像这样子，对对对这样子哈，给你往外吐啊哈，咱拿枪就顶我，脸是不是要气死我的哈，把它穿开，开门啊，反应，我肯定这样压着，爸，就是这样砍翻他了，你这个用力而已。我有一点紧张，因为我从来没有跟冠霖哥对过戏，那因为冠霖哥在表演上他非常的稳，小孩子不要玩到，我已经坐板凳了，我怎么找个气势吗？徐美娘起身看到而已，这三代版250，你的千面女郎那些集团都只花惨了吗？不好意思，我们这个跳民族舞蹈的再烤了两串羊肉串啊，大辣，谢谢。这个吗？这个吗？这个造型吗？我觉得这个是应该不会是这样，从来没有穿过这样的衣服，然后有点推翻我的审美。但是它就是千面女郎，千面，顾名思义就是它有很多种样貌会出现，让你们意想不到。她可能可以是邻家女孩，她可能是可以是落魄的人，她可以是一个华丽的皇后，所以各种可能都会发生在千面女郎的身上。爸，好，走过去。Go。一盘。干杯，补天。哇，小金。拿来之后，这罐酒给你请。我真的很害怕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一直都是好人，大家要知道我私下不是这样的。然后真的是因为演戏，那因为戏剧的效果有一个要灌个酒，那因为我也没有灌过，然后我原本一直想说，哎，这个对嘴喝可能比较不会流出来，我想说这个形象比较好看一点，结果大错特错，因为那样可能就没有戏剧的效果，它可能需要让它那个水流更明显，然后才能再凸显我更多的阴狠的样子。对，所以就 NG 了嘛。哦，要看到这个水流是不是？是啊，是啊。而且你这样对嘴更容易敲到牙齿，还更危险。哦，稍微稍微，我没有灌下酒。我刚看你一抓，我就想啊豆。因为我没有演过这种桥段，灌水。不会，没事没事。记得一抓就倒，然后拉，你就往上拉。好，那画面才会好看。OK OK。没事，就已经拿着了。好，原来这里面是有小小的门道了，是什么呢？如果我太靠近嘴巴，反而会让冠霖哥造成危险，因为有可能那个酒瓶啊，我的力道抓不稳，反而会敲到他的牙齿。其实拍戏有很多的小细节是都是需要注意的。那也非常谢谢冠霖哥对我的指导，我的坏人初体验。拿那几罐酒，这个恰。安壮，
要讲无？请讲啊！被灌了两次，我觉得还有点渴，都没喝饱，但是可恶，没有，还好他不收开瓶，他也不收开瓶费，不收开瓶费，你以为钱贵啊？你以为钱贵啊？二，就招伟杰，有录下来，招伟杰 ，I'm sorry， 就招伟杰。我刚刚又上去了。什么歌都不知道。那个洛晴，我先补一个。好像这边。无关的，你笨笑。无关的，你会这么搞，上面来对付你要搞。而且你连门板。哦，这个是接在这。哦，好，我知道了，抱歉。二。哪里啊？这是三 D 电视台。麦伟，让我点吧。你要不要先看看我的位置？我先。来，还有。你先把那个 OS 先关掉吧。我也是算是第一次演坏人，我其实蛮没有安全感的在这个角色上，因为毕竟是第一次，对，所以充满了期待，也充满了挑战的这个心，然后希望不会让观众失望。